孩子不爱吃蔬菜，学会这个土豆蔬菜饼，在挑食的孩子都会喜欢。土豆切片上锅蒸熟，把掉水后的西兰花、胡萝卜也切碎，蒸熟的土豆压成泥，加西兰花、胡萝卜丁拌匀，再加面粉揉成面团，取一块包入芝士，压成饼状放锅中，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。就这么简单。